入口，刚刚从他那边走出来，这里也是他们的标识。隔着这个一个桥就是教堂，这里有观光火车。我已经看完美术馆了，其实这个是可以看的，并不是很多，但是都是做根据地去承包吧。现在进去教堂，这个是大门，现在从侧门进来。对面上面有芒果，那个芒果特别是它应该有一个走道吧，不然中间有彩绘玻璃，那个彩绘玻璃有一点立体感，刻意做的呀。我先接近这个主祭坛，管风琴在主祭坛的旁边，这个侧边上面。进来的右边旁，现在有人在走到这个路出入口。对面有拱门，这是主祭坛。除了刚刚拍的那个，以外还有一个小型的管风琴。现在往里面走，这是里面的主祭坛。这里拍出去，大门口，这边大门口的也很漂亮。梅花窗很特别，它是长形在下面的架。
有没有吃到里面这个以外，对面的上面有非常精彩的彩绘玻璃。很精彩，可是要看到细节。这里就有特别的解说，上面的玻璃就是这个。顺便就这样坐着拍有人参观的情况。里面的灯是刚刚才打开，教堂是建于很多时期，上师班这边是十世纪的时候，13世纪就建，也是在这里，13世纪就建了。二堂是14世纪，我刚刚拍过。因为那个顶都不一样，这边呢封顶是建于14世纪，然后这后面这边那这么美的景象，找他们的修道院，用要提用，然后面这个房子都很雄伟，真的很漂亮。这个时候修道院就不太晓得，因为没开，就是叫什么紫尊塔，不知道怎么进去。原来在这里。